画什么啊？小城堡。那爸爸妈妈有自己的房间吗？有两间房、三间房，任你选。嗯，那浴室、客厅的地砖、墙砖都用超大片的。那城堡叫什么名字啊？那就叫 The Views 吧。这不是我们的家吗？没错，这是爸爸所精心挑选的城堡，宽敞的厨房概念，每个细节、每个角落，豪华而又不浮夸，轻松又满满的幸福感。我要当个王，国王万岁！耶！梦里奢华，轻松豪华 ，The Views。